冰啊，买一送一，半价优惠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开业大吉！来，帅哥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半价优惠啊，也可以买一送一，买这个送那个。半价优惠呢？你这原价多钱？原价20。原价20？那半价是多钱？10块呀。10块就吃这么多呢？那必须，我们家店不仅好吃又实惠。哎呀，那还挺好的。那你买一送一是送什么？买这个水果捞送这个手摇杯。啊，也挺划算的。买一送一，那来一份吧。行，来，给你。啊，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那你钱呢？给什么钱？怎么你这开门是怎么没有脑子吗？我给你捋一捋哈，大妹子你听好，买一送一是吧？买这个送这个是吧？我买这个了没有？没买也没拿走是吧？还在你这放着，我拿这个送着走，有毛病吗？是不是没有毛病？没有毛病吧？啊，行，那你好好干啊，我觉得你这个很有前途啊。买的没拿走，送的拿走，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呢。半价多钱？啊，12.5。你12.5的话还是挺贵。思南呢？你不会？媳妇儿慢点，咱们往后坐。来坐，媳妇儿。妈呀，600块钱买了个座儿呀！不是，大哥，你心里多少钱？哎呀，多少钱都嘟。给你600，给我把这个座给让开，让孕妇坐。你，快！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工地食堂。啊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快。好的，开启1勺2斤。这就2斤啊？开启1勺2斤。能有2斤吗？开启1勺2斤。开启1勺2斤。这有2斤吗？你这根本就不够2斤。万无一失。你这不瞎说八道吗？你这肯定不够2斤。够2斤，不够2斤，机器人自动摧毁。啊，意思是不够2斤，你自动摧毁是吧？是的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那小马来，把咱那电子秤给拿去。哎，好嘞，马上就来。来，就放这儿来。确定一下啊，你要是那个不够2斤，我可就自动摧毁你了啊。
事儿，但是这个呢，有可能是机缘巧合。来，你们称一称。2斤。哎呀！2斤。哎呀！2斤。哎呀！您吃还是不吃呢？吃吃吃吃吃。什么男人？有。西关，啊！司机停车，我要下车。西关来，我不去西关了。来，西关呢？西关啊！妈，我不是去西关，我坐错车，都怪你啊！睡啥觉啊？睡，害得我坐错车了吧？天天干啥呢？暴脾气。啊！2块。我身上没带钱，可不可以亲你一口，免费给我揍？哦，亲我一口啊？嗯，啊，行。啊！帅哥，那什么，帅哥让你去三里屯多少钱啊？三里屯？啊。2块。那什么？我没带钱，要不我也请你走啊？啊！干啥呢？这是？干啥呀？啊！那什么师傅？哎呀妈呀！干啥呀？你这是？你看那女的掏了一天的车钱，我一个月的都掏了。你脑子有毛病是不是？她是我媳妇儿啊，她跟我上车闹着玩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啊！那为什么？我开车，我下去呗。
今天最起码得60多吧？啊，不是，55。55？那你说，你让我跟你这马经理面子往哪儿？看我抽的这烟，你呢？来看看你抽的啥烟？啊？人呢，不能好高骛远，知道不？不能臭显摆。走了，我来抽烟。这好像也没你啥事儿似的。出去记得把门给我带上。哎，这烟可真好啊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吴思凯也中啊！吴思凯也中。我意思，你杀我以后家就是真没你啥事了，你都黑也中了。我家，我没有话。啊，啥呀？意思你不离开也给害死了。